和叙事相结合的冒险游戏。目前来说，我们主要做的就是 PSVR， 从游戏沉浸感啊，从玩家身临其境的去感受火星地表或者感受火星大陆的这种感觉，然后去设计。我们这个游戏目前整体的美术风格是比较写实的风格，是吧？我们前期的工作就是将策划设计的任务去通过编码实现。我们游戏采用的是开放式的游戏结局，剧情如何发展由玩家自己所决定。我去美国也是专门看了一下的科学中心，专门研究火星相关的一些教授博士写信啊，关于火星地貌啊、火星气候相关的各种问题，把这个火星地形的质感做到尽可能的和火星本身一致，或者是尽量的真实。因为我这个团队是海外的一些，包括 PD， 包括维塔士，包括 Gameblock 的这样的一些海外的厂商，从事主机游戏的研发，包括他们玩主机游戏，他们热爱主机游戏，希望能达到我们就是切身给玩家带来我们预期的一样的体验。我们的目标就是没有 bug， 没有 bug， 没有 bug。至少在这个美术的资源上还是比较值这个价的。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Mars Lab， 多多支持海东护理，像我们这样的有情怀、有梦想的一群年轻人。